在在哪里 ？Seven Eleven。嗯，你们一定觉得哈 ，Seven 没有很特别。No No No No， 我今天呢是来介绍台湾的 Seven 没有的，日本 Seven 才有的产品，而且很好吃的，很多人去买的产品。所以我现在进去买，然后买回来我介绍给大家。買ました，我买好了。几乎买饼干，那是都很好吃的。那我等一下呢，我回去旅馆之后介绍给大家哦。开箱，哒哒，シュガーバターの木，下一个，哒哒，キノコの山，タケノコの里。好，这个我很喜欢。好，等一下来介绍喽。下一个，哒哒。一个巧克力的巧克力叫 Libera， 这个也是，这个不算长期放售的东西，但是很好，默默想要介绍给大家。下一个，加加，这个是我从小到现在都在吃的巧克力的，叫 Crunchy， 加当。虽然不是饼干，但是默默每一次回来日本呢，都会吃这个，这是咖啡果冻。等一下再介绍一下。好，那我第一个我要介绍一下 Sugar Butter の木，这个非常的好吃。这个呢，其实呢，车站都可以买得到。那么这是 Seven Eleven 的，就是味口味，对，外面买不到的口味。对，然后这是 Maple 是那个枫，加拿大的那个枫叶的那个甜点的，像蜂蜜那个。对，然后这个是 milky chocolate， 就是比较像奶油口味。好，那我打开来看看喽。其实我比较喜欢这个 maple 口味，对，里面的呢那个，好，这个是 sugar butter 的 key maple 枫叶蜜口味，然后这个呢里面这样的。饼干跟这个中间有个奶油，打开就闻得到这个，好香哦，真的。好，这个叫 maple 的香味，真的很香。对，你看这样，一块其实蛮大的。好，いただきます。有没有听到这个サクサク的？中文叫什么？咔吱咔吱的声音，真的很酥酥，很好吃。然后里面的奶油，奶油是不甜，一点点甜。但是呢，这个饼干其实很甜的，饼干很甜。然后中间的奶油呢，没有很甜，所以就是搭配起来刚刚好。我很喜欢吃这个。好，那么下一个饼干お菓子是这个。キノコの山、タケノコの里。好，这个呢就是日本人呢有两可以分两派。对，我是喜欢キノコの山，我是喜欢タケノコの里。有时候啊，这个两派会冲突。对，我比较喜欢吃这个タケノコの里。好，那大概来看一下，짜잔。这是 キノコ是菇ね、菇類的菇、キノコ。然后这个是タケノコ是笋子。嗨，这样形状。你看哦，上面是巧克力，下面是饼干，看起来一样。那你们一定觉得吃起来也一样？不，吃起来真的不一样。巧克力跟饼干是分开的嘛，所以这个巧克力是比较脆脆的，吃起来不一样。然后呢，这个喜欢 Kinoko 的人呢，都会不是一口子吃，很奇怪哦，就是这样分开吃，先吃头啊，再来吃身体，这样有点怪怪的。当然一口子吃掉也可以的。然后这个 Takenoko 呢，默默比较喜欢吃，因为饼干的部分就一点一点嘛，所以一定要一口吃，所以默默比较喜欢吃这个 Takenoko。但是我的工作量也比较是 Kinoko， 所以大家来的时候啊，可以。一次买两个口味，来就是比比看。下一个是巧克力 Libera， 这个巧克力呢哪里很不一样？有没有看到脂肪糖吸收压抑的抑？对，没错，这个呢就是
减肥中的女生啊，或者是就是血糖很高的人可以吃。这个有两个口味，一个是 milk， milk 是牛奶口味。再讲一个是 bitter， bitter 就是英文，比较苦苦的黑巧克力的口味。这样，那我要给大家看哦，里面的怎么样呢？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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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中一个。反怪巧克力，有时候巧克力呢，就是一片很大呢，就是吃一只就是会有点腻嘛。但是这个一口很方便吃，这个真的有巧克力的味道，很甜，很好吃。但是啊，就是重点是脂肪嘛，脂肪跟糖嘛，就是不用吃，不用担心嘛。所以这个上班族就是上班时间不能吃太多甜点的，但是有时候。头脑很累呀，想睡呀，那你就可以吃。我也是大推荐哦。下一个叫 Cranky， 我跟你说，这是对默默来说是完败中的完败的巧克力，很好吃。为什么叫 Cranky？ 里面是有饼干的。哦，这个哦，我每次回来就买一盒，要是不小心就会吃完。对的，里面是这样，没有看到里面有饼干。这个巧克力跟饼干的黄金比例真的很好吃。对，默默很建议你们来日本的时候买这个，或者是就是当お土産给你朋友啊、家人啊也可以。下一个お菓子。也不是お菓子，那个 dessert， 咖啡 zeri。因为默默呢，就是每一次回来日本呢，都会去对跑去 Seven Eleven 啊买这个 coffee zeri。那因为这个的咖啡呢，你看它很大量，就是吃一个就满足了，肚子会饱饱。然后这个里面的咖啡呢，是真的是有咖啡的味道，有一点点苦苦的。那苦苦的你们会喜欢吗？就是不太喜欢的嘞，没关系。这个里面的奶油是生クリーム，鲜奶油，所以搭配起来呢，就是苦苦还有甜点，就是刚刚好，就是绝配。对嘛，就是这个感觉。好的，现在我打开给你们看哦，哦，好想吃哦。咖啡的味道很香，你看，布鲁布鲁布鲁 QQ 的。然后呢，我跟你们说，现在日本也很严格啊，很环保，所以那个糖纸也是他们是不提供的，就是但是旁边有可以自己索取。但是默默不好意思，我忘记了，那要怎么吃呢？没关系，我今天有买珍珠奶茶，所以有这个醋的吸管。就是咖啡，就是有一点一点苦苦的，但是啊，刚刚说的上面的奶油是甜点的，所以啊，这是绝配，很好吃。默默呢，推荐大家买这个咖啡冻，真的很好吃哦。咖啡冻的冻则是便利商店那个优格啊、果冻的一出油。以上是我推荐的日本 Seven Eleven 的饼干，推荐给大家哦，拜拜。